凤尾甜虾不用剥，不用剥，很认真，这个要说三次，不用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VV Ranger， 我小杨，我是明，我们今天要来煮东西啦。对，要煮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来煮虾，我超爱吃虾子的，而且我超级讨厌剥虾，因为我很懒。小公举吗？是啊，我是小公主。怎样？所以你要帮我剥虾吗？我是小公主，所以没办法。听说公主不愿意帮我剥虾，所以我买什么？买不用剥的虾不就好了？看到没？台湾无毒凤尾即食甜虾，有没有看到？屁股都还留着。我要先给你们看我到底买了多少，因为我就是不想剥虾，可是我又爱吃虾。来喽！你是有多爱？哦，我就很爱啊，而且又不贵。它的保存时间真的还蛮久的。我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这每份就只有97大卡，所以呢，我不多说想干嘛的，想要你知道保持生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的材料是凤尾甜虾，不用剥，不用剥，很认真，这个要说三次，不用剥。打开来看看。它是好的，是熟的，因为我们还没退冰，它退完冰以后直接可以拿出来吃了。你今天要怎么料理？噔噔噔，只要把这个加这个，噔噔，超级懒人料理就可以做出意式蒸虾。嗯，听说一个人住的，就是大家都是对啊。你如果一个人住，然后也没有瓦斯炉，就用电磁炉，简单方便的。我本来想说它应该没有这么大的，我想说应该几只而已，没想到这么多只哎，给你们看，这么多只。一餐配个饭吃一次就够了，对吧？嗯，快要接近30只，这么多，而且都帮你剥好了，太棒了，好爽耶！ Yeah. 那我们就来煮吧，非常非常的快，快到你不可思议，好不好？橄榄油，开火，橄榄油进去以后，好，这个酱全部弄下去，因为我已经吃了还蛮多的。这是什么？这边已经调味好的辣酱，好，这样，然后先让它稍微爆香。我们把虾子来，没有什么技术性，就这样。然后为了要让所有的虾都入味，所以我最后还会再丢一点酱，就让它放在上面，就是有点炖的感觉。因为它本来这个虾就已经是熟的啊，我们也不用怎么剥，然后盖起来。然后话说，因为它原本就熟，你要吃一个看看，是因为它是熟的。就可以直接吃，啊，其实不用煮，直接吃就好了。我可以直接沾酱吗？对，沾沙茶酱、沾和风酱都行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应该可以吧？我第一次买啊，让我吃看。不用煮，直接沾就好了。好甜哦，它甜香，不用煮，不用煮。所以你们要是更懒的话，你就直接拆开来。对啊，它其实有写凤尾甜香，即食甜香。对，其实可以不用煮。也不用任何调味，只是打开来，你喜欢沾沙茶酱、沾酱油、沾瓦萨比，直接沾的，或者沾辣椒酱之类的。如果配什么沙拉之类，应该蛮好吃。可以啊，现在夏天超适合的。我要翻转一下它，因为我想要那个酱可以稍微入味一点。你有没有觉得很香？然后我喜欢它稍微就是下面再焦一点，所以再稍微等它一下。好，怎样？香吗？很香。这个蒜味超重哦，有哎，你看下面有点焦焦的，就是它很入味。好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起来喽。好，厨房。好喽，来吃吧。很烫，不一样的风味。怎么样？很入味吧？超好吃的吧？因为它本来就熟了，所以老实说，就是放任何酱进去，它就是很入味。还是有酱比较好吃。这一虾两吃怎样吃都行，喜欢有煮的可以用煮的，喜欢不煮的懒人的直接吃就行了。只是我一定要就是它是已经剥好的虾，这是重点，这是重点，已经剥好的虾，因为我不想剥，加上这样子放进去跟那个酱料很容易入味。对，就是你这样炖的话它很容易入味。我真的觉得火头不用料理一票，火头一定要加酱料一票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继续奋斗啦。那这盘是我的。哦，好，那你吃那盘吧。好啊，吃的太高兴了，比上次牛排还高兴。不好意思，我真的很爱吃虾，所以你要这次来评分啦。你给几分呢？我这次给10分啊，开个玩笑，不用剥的虾子。他真是很懒，拆开来直接吃，所以10分。好啦，那如果有想要不想剥虾的人，然后又想吃很多虾，可以往爱上新鲜 iFresh 网站上面买。这么便宜哦？很便宜啊，帮你剥好又帮你煮好了，直接吃。好狂哦！有兴趣很喜欢吃虾子的，可以去买来试试看哦。耶！我们要来很认真的吃了。
服用组10分。嗯，拜拜，妈妈。